L 们新青年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刚开始进入娱乐圈的，这是一个问题吗？哦，其实刚开始参加燃烧的时候，我父母是有一点担心，怕我突然第二天就流浪街头了吧。尽量跟他们说我过得很好，不会第二天就流浪街头了，放心吧。那个时候接近140斤，然后现在128.7斤，然后暴露了自己的体重。现阶段其实我想做的就是做一名很成熟的演员，然后我觉得演员对于我来说，它意味着我的生活跟我的职业。最想尝试的是吧？我又想说斯文败类，反正也会被剪掉。就是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吧。前不久呢，然后推出了一首单曲叫《满足》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就是想带给粉丝们，然后听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满足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开心的、不开心的可以去听。我哪个都不是，我是你们的小赞。哈哈，羞耻羞耻。